第十一届全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第二场比赛。这是广东选手李洪阳，也是实力很强的一名选手。李洪阳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很不错，他的动作规格质量很高，而且完成的艺术价值还有他难度都不错。这是个班踹班，这样就是零点七了。那么他这套动作里面还有一个是背接，背接这个球算他一个视线外的接球，这样就是零点一的这个加分。李洪阳的得分是25.5。